谢谢师兄，没事。然后那个，师兄，哎，师妹，你跟那个厉腾是什么关系啊？嗯，没关系。男朋友。厉腾，紧张的鸡飞起来了。前男友，现在没关系了。哎，诸位。 这位就是云泰公司的厉总，这个车就是厉总赞助的，咱们感谢一下啊！哦，谢谢厉总。师兄，你有带水吗？有，回去拿。嗯，谢谢。让着。别坐着。 你早就想好了跟我一起去边城了吧？嗯。那你昨天怎么不告诉我？你逗我玩呢？是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今天咱们一起去那边，肯定特别好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也是。任初，你让我惦记了这么多年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？多好玩啊！哎呀，太刺激！哎。 原来你想坐这儿啊？走开！走开！别看我，别看我！厉哥，变成入住的别墅已排查，没有问题。来，师妹，水。谢谢师兄。我坐你旁边，我帮你开。嗯，谢谢。给。 我要喝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师妹，给你听一首好听的。好。谢谢师兄。我要听。 讲个笑话啊！你说，有一只白猫，它掉进水里了，然后一只黑猫从那儿经过救了它。是它一下，你猜白猫被救上来以后说了句什么？我生怕它们。是什么？你猜？不知道。还有说的吗？说了句喵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不起。没关系。啊，谢谢师兄。没事。 然后那个，哎，你压着我的头发了。厉总包车，陈总监包住，这是要明着干啊！哦，爱情的战火就要燃烧。 三角恋大戏拉开帷幕，阮念初又当何去？来来来，分房子。哇，分房哎！后面两间是两人间，这边两间是三人间，自由分配。哎，正好呀。我们四个女生分两间双人房，念初跟诗琪一间，你们方便排练，我呢照顾星星，其他你们自己分啊。欣欣每天睡觉要听故事，你没有照顾小孩的经验。爸爸，我愿意跟其他一住。 星星真乖，阿姨会照顾好你的。哎，不这样分不行，总不能男女混住吧，对吧？哎，念车，给，谢谢，那你们自己分啊。星星，走了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好，我要去看看房间了。团长的呼声啊，比雷声都大，只有我和高博可以忍受。
给。我什么时候打过呼噜？你们听过我打呼噜吗？啊，管好你家那位。嗯，团长，那边。就这么几天，可别让他乱来。慢点啊！哎，往这边走啊！咱们出那个楼。这么担心他，你自己跟他说。我说得着吗？我。啊，不管了，随便吧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给我。谢谢啊。总和陈总监两个大帅哥在你身边打转，为你争风吃醋，争相表现。天啊，这是偶像剧才有的情节吧？念书姐，这个红糖姜茶呢是陈总监，这个冰水呢是厉总。念书姐，你跟 pick 谁啊？什么呀？这个厉总是很好，但挺让人胆寒的，不建议多试。陈总监就不一样了。温文尔雅，阳光暖男，和你更般配。你们不会是又在我背后吃什么瓜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拿着。大夏天喝什么姜茶啊？你赶紧想想演出的事儿吧，咱们只有三天时间了。哦。我出去透个气啊。厉总什么意思啊？今晚你别想离开房间半步。哼，凭什么？阮念初是我的女人。哈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可是对我的小师妹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你们在干嘛？